到猪的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U， 我现在来到了台中车站，今天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活动啦，就是跟我的观众吃饭，还蛮特别的啦，好久没跟台中的观众吃饭，而且还要去某个观众开的店吃，很酷吧？哦，要干嘛？我们刚刚遇到车友啊，哇，车友，刚刚骑个车就遇到要一起吃饭的人，超酷。那家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十味巨蛇，快跑啊你们！新朋友小杰，都有老观众，老观众了。哦，它是蒜头鸡，它叫蒜头鸡，对，好好吃哦，好可爱，怎么好好吃？你在说什么？来，我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蒜头鸡今年七个月大，它是我们这里的公关鸟，是我们店里很多鸟，对啊，他们就是会包团，他们要来看他们的。我们店里面的招牌就是这边的麻油锅，我们的麻油锅很厉害哦。那如果说想要吃意大利面或是炖饭，第一名卖最好的就是墨鱼的，它是一整只的墨鱼加一块鲷鱼排。今天随便你们点哦，想吃什么就点哦，不用客气哦。不来了，你抓他身体，抓他身体。哦，帅哎，他那个爪子真的是很灵敏哦。噔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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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！哎，帮我唱一下好不好？祝你生日快乐！后面英文版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他们在干嘛？走！你的最爱的偶像都在你身边，还有可爱的蒜头鸡。对，那现在请你闭上眼睛，许三个愿望。啊，第一个就送给朱登轩，希望他们100万订阅。第二个，希望在场的所有人自己身体要健康。就是我很开心可以认识你们大家，然后我也知道说原来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人跟我一样，就是都很喜欢 Ju。 我讲一下我怎么认识你们的。我认识 Ju 是从我看到你在 YouTube 有一天我滑到，我发现你居然跑去买胖老爹的全家餐，我是从这个时候认识你。然后我认识轩是从你带他去拉拉熊餐厅，那时候你还不是女朋友是有粉丝的时候。对，所以其实我知道你们很久很久，然后我一直都很希望邀请你们来。其实轩那时候问我为什么要邀 Ju 来，原因是因为其实这间餐厅他想要带给大家的其实就像是一个温暖，就是好像你们回到家里吃饭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轩跟朱给我的感觉其实也很像，就是给人家一种很温暖，不然你们大家怎么都会那么喜欢他，对不对？掌声鼓励鼓励。对，所以我很开心，就是在我们餐厅要结束之前真的把轩跟朱就是邀请来，然后也谢谢你们真的完成了我的愿望，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我想要表达的。对，然后这个啊是我们代表台中去台北参加2018的世界美食展的甜点，它叫雪球，然后这个是要送给你的，上面有啾的图案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喜欢，然后也顺便祝寿星生日快乐，这样可能有点不太像啦。有了有，超像的，好可爱。对，谢谢你们，就是出现在我生命。对对对，认识你们很开心。等一下呢，要对着相机讲一个2019年的一个对自己的期许，才可以拿卡片。就你希望你2019年可以达到什么目标啊，什么之类的哈。第一个目标，好好上班，不要到处乱跑。第二个，希望自己晚上的坚持，希望赶快找到。第三个，希望大家的期许全部都要一次认真过。哦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因为Ju，然后我生活变得不一样，然后认识了很多人，然后希望跟这些朋友相处可以一直都是很好，然后明年不管多久都可以都那么好。再来就是找到自己的梦想目标，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完成。再一个，家人还是怎样都可以，随便，缺哪缺哪也可以，希望缺越来越胖。对，不是啊。
希望自己在乎的可以过得好，过得开心，然后生活过得很顺利。目标，不要变胖就好。做几公斤？16。找到新工作，赶快考驾照，买到车，家人可以多陪我一点，买一个家啊什么的。我们有家，再多一点宠物更好。你要养什么宠物？他说他要一起养大象嘛。2019年买一只大象养啊。还有一个来，还有一个不要变黑。朋友、家人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找到理想的工作，那一个就好。希望我的法文可以学好。Yes， 希望2019工作能够一切顺利，家人和朋友的身体都一切健康。2019除了订阅率能够赶快破100万。耶！哇！希望我学会存钱吧，学会存钱很重要。耶、yeah ！再来，希望可以变瘦，瘦多少？50吧。OK 的啦 ，OK。我希望我今年至少可以存到10万吧。不。不爱你了哦，还有一个人啊，快去啊！这个谁？这个是谁？最好吃的饼干哦、oh, ，OK。我没有想到开箱了，就是除了在 IG 上看到你们、YouTube 上面真的有机会看到你们。结论今天聚餐还好吗？选在干嘛？有没有认识很多新朋友？两位新朋友啊，四位。对啊，很多新朋友，还蛮开心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真的有点小感动啊。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啦，886。订阅，我需要你的订阅哦。